尽在运通。来，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好，投资朋友要稍微去注意一下的哈，在7月5号礼拜的一个时刻点，好，当加权指数在我们跟大家预告连续两天的量价背离，可是你不用担心，这盘四格局根本没有太大回档空间哈。好，到7月5号为止是正式第三个交易日，中场还是守稳在8716以上哈。那6号就是今天。好，刚好搭配着这个台指期货的周选择权算吼，今天刚好有一个时间波的变盘转折吼，那我认为投资朋友你要开始去注意吼，快就是今天直接发动一个向上奔走嘎空，好，急涨的一个走势，晚一点点顶多再拖个半天左右的一个时刻吼。好，在7月5号的这一天，加权指数中场是以收跌44点，成交量呢是萎缩到622亿元吼。好，那对看空的人来讲，一定都还是把这个盘势格局成交量，就如同我在前三个交易日，当加权指数在7月1号创个波段新高，我就告诉大家，那里其实已经是在一个空方的量价结构里面。可是隔天是不是加权指数继续取高？好，好，那这个盘势格局经过了额外3天给空方跌啊，结果因为前面2天用顺势的奔走型的整理，再做一个向下回档的工作。我给了空方3天的时间，他还是照样没有把这个8716去做一个跌破动作。好，好，那就非常重要了哈。在昨天的一个量价结构已经变成价跌量缩，好，那这么低迷的量能潮，控盘股却走得这么稳，投资朋友你要开始去注意，当没有成交量，价稳量缩来解读这个盘势格局里面，好，投资朋友随时一个强嘎台指期货空单带动这个加权指数取高过程就会发动了哈。好，关于日线图的一个格局，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盘到底未来怎么样去做一个判断哈。那总之你先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说它以一个多方量价形式拉下影线，去守稳了这8716，我所说的好这个起高点的一个位置点。好，只要顺势按照着好7月4号美国国庆，好，所以礼拜1、礼拜2到7月5号的一个位置点。好，因为外资休假关系，本来成交量比较低迷，像类似台积电这种控盘股就很难继续连续的这个没有外资的参与状况之下强势做一个上扬轧空，可是台积电可以顺势的让它去化解这个指标背离的动作。好，那它调整是一个多方的量价，而且好，我认为这盘势格局后利用牙骨早盘的震荡，的确回撤到我们所说的8700点以下，最低回撤到8699几，好，就开始拉出一个长的下影线，而且收稳到好这个起嘎点，这个比较明显的8716以上的一个状况之下，好，投资朋友你要开始去注意哦。3天已经收稳颈线了哈，这盘势格局，等一下我们会帮他分析大盘，尤其期货选择权你怎么样去掌握？好，我告诉大家就是说，这里应该是很可能是刘老师上投顾这8年以来很难得颈线的一次。还好在刘老师头发掉光之前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波行情齁。那投资朋友你务必跟上我们脚步，我认为你在8840以下提前考虑布局都还是底部区。好，这里是难得仅见一波超级大多头的行情齁。好，除了我在6月16号公开送给大家神龙已经比较明显的一个走高，好，生技族群当中的指标股像神龙，那甚至于昨天宏基跟电子加生技的这个指标股叫宏基，也能够强势向喷吼。投资朋友，宏基在下个礼拜7月14号进行一个除息的动作，真的超级难得见到台积电除息前涨，然后居然花了3天可以就完全顺势的一个填前息之后创下波段新高，接着联发科也跟着填前息之前就开始发动，友达群创大家不管除权息扣税的因素也向上喷出了。现在连宏基也做一个向上喷出，投资朋友，这里好也绝对只有一个超级大多头的行情，你才看得到这种热热闹闹的7、8月的，好这个所谓的除权息行情，结合了一个大主升段的一个格局，也绝对只有这种我说的中期趋势架构是台积电周线3之3，
加权指数大主升段，你才看得到这个七八月份的除权息也才开热闹开锣一个礼拜，好，居然一档一档具有投资价值的指标股全面都是一个向上喷的方式去把这个息值填掉哈。好，所以关于大盘怎么样看，我为什么说快就是今天直接震荡一下直接往上喷了。好，那我今天会把大盘的一个解析顺序放在后半段的时间跟大家讲，因为关于整个盘势格局，其实我在前几个交易已经解得很清楚了。那为什么要先跟大家讲到生技这个类股次族群？是说，投资朋友，当大盘我们在股票操作上面，大盘如果你挑对类股次族群，当大盘也顺势再进行一个主升段，那只是让你选对主升段股票再加分。好，可是即便大盘盘整，如果你已经提前卡位的是这个十年生技的这个主流，投资朋友，除了我在六月十六号加权指数前一波8290买台子期货那转折低公开跟大家好预告，而且送给大家股票，这叫1789的神龙。好，昨天已经突破了这一根黑 K， 6月24号洗盘的一个长黑的高点。好，好，我神龙已经是公开送给大家了。好，这是6月16号就已经告诉大家说，今年新药，而且在中国厂在今年的下半年好开始加入营业状况之下，而且产品开发也呼应了最近抗癌药发展的一个趋势。后那在昨天7月5号的位置点，过去这些股票我们都帮他追踪过，也是大部分都已经操作过。后好，这5月30号盘后稿跟大家预告的友华，好，昨天喷出涨停板。好，这是8409的上支器，昨天一开盘没多久就直接跳空涨停板。好，我们当初帮他跳出来上支器第二，迅联居然是直接跳空涨停。当人间凶器，好，伤之气也开始做一个相当喷出的动作，哦，我想一档一档在这三档股票都有一个统一的原则，就是股价已经经过一两个月一个修正整理，那刚好结合了我前几个交易跟大家报告，七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大事，好，就是7月20号的一个生技展，你可以看到当媒体的亮点，好，在7月下旬、中旬都还没开始。有主升段主轴个股已经一档一档低档去转强，直接跳空涨停板表态了哈。好，神龙之外，包含了这个是2353的一个宏基。除了本身我说的结合这个量力除权息一个行情，昨天的媒体头条是说，施正荣先生将携手詹尚正，好，发起这个智联医疗网，包括宏基、伤之气，好，那甚至于 IBM 也要加入这个智联医疗网的一个状况之下。宏基昨天直接带跳空的这个增量的方式创下波段新大量的方式，去突破了从16.2这三个礼拜以来三角形收缩形态，好，喷出创下波段转折高。好，同志们，我们不止买进吼，甚至于我们直接类似用群创操作突破这低档区形态，直接再加码宏基的期货多单吼。我们来看一下宏基的一个周线图的走势，经过了为期52周的整理，自从去年的7月整理到今年7月，好，一个12个月的大打 W 底的形态才正式成型。那宏基为什么会做一个强势喷出走涨？好，主要的还是7月14号除息，好，过去5年都是亏损的一个状况之下，今年却可以开始好。2014年是赚钱的哈，小赚的一个状况之下，净值还在21块钱以上，等于股价净值比，好，股价净值比还是只有0.6到0.7倍，配0.5块钱，还有3%殖利率，中长线资金愿意卡位进场布局这档股票，而且是在7月14号除息之前直接卡位进场布局，昨天差点喷出涨停板，好，这难道不是5年才有一次的超级大多头行情？你如果担心除权息因素，好，甚至于不愿配息，你可以用股票期货不用课到正所税的方式去参与这个波段急喷向上，而你的使用的资金，好，只需要0.135，啊，这个我在过去这个我们那个期货选择权的一个教学，好，每个礼拜的教学都已经教给大家了吼。
宏基再结合了这个所谓生技的题材一个过程里面，也带动了整个生技类股指数昨天，好，投资朋友已经创下一个短波段的一个转折高，好，全部都是多方量价哈。投资朋友，我认为哈，不论是昊鼎，不论是我们前面几档好生技精英班的一个指标股哈，你如果已经错过前面这个初生段第一波三之一大浪的一个行情的。哦，投资朋友，你现在一定要想办法加紧脚步，挑出一档你现在布局，它是这一波当大盘好，加分进入主升段，只是加成强势的个股。你看加权指数，如果这个8700点、8800点颈线对称测幅，我们告诉大家，好，假设不考虑除权息影响因素，哎，这一波三之三就有可能直接挑战9500点。好，道氏理论的最小一个对称测距，后面还有三之四，还有三之五，未来还有第五大浪哈。可是已经有类股自族群，为什么昊鼎？为什么基亚一喷出就大涨50%？为什么昊鼎在一个向下楔形的起涨的状况之下，一口气就喷出大涨1倍？因为在所有类股自族群里面，唯一整理够久，而且吸波结束位置点是楔形，挑对股票就会直接翻倍大涨的。就只有生技类股指数了哈，好，所以投资朋友，你要加紧脚步了哈，尤其是今天特别我们要去布局的生技精英班的几档全新的个股，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好，因为接下来连续2个月的时间，从4月上旬直接扣到5月下旬，2个月的我画三角形，这叫生命线的扣底值，加速扣底递值，等于生命线会高头角上扬。这个 W 底形完成之后，就确认我们的三之三向上喷出了哈。你现在还不晓得生技股要买谁的，务必跟上我们脚步了哈。包括我们讲的东阳，虽然短波的一个向下震荡，可是这震荡都是整个箱型要向上对称测距，好，最后上车的机会了。那因此，你错过了昊鼎，你错过基亚，我们全新帮他挑出一档整理了9个月，第9个月也要转折了吧？好，周 KD 第一个礼拜低档黄金交叉，绝对有复制昊鼎基亚翻倍实力。目前本益比只有10倍，而且更重要的是以前没有牵入新药的一个题材，它以前不是一档新药股。好，可是也因为以前没有新药的这样题材，现在开始进入新药开发，未来的爆发力道绝对不会逊于昊鼎，绝对不会逊于基亚。所以，我们生技精英班哈，原先就只有一档。我希望是用一档、两档。你比如说，你资金即便只有100万、200万资金，你就集中卡位布局一档就好。那是因为后来昊鼎喷出大涨1倍之后，我才想办法再额外再帮他挑出了昊鼎第这个精英班第二号，基亚60元进场布局又喷出到90块，又大涨50%了。你已经错过这两档了，好，投资朋友，最后一档周线向下楔形，全新新药个股，好，12个月本益比还原，现在只有10倍，合理，如果看20倍本益比，绝对有喷出大涨1倍以上实力的个股，好，跌了8个月的绝对低基期，类似像基亚，好，这个60元以下的位阶，类似像昊鼎已经跌到355元这个位阶的个股，我们绝对不是追那个高高在上的个股哦。那这一档生技精英班，好，今天我们就会卡位进场了，好不好？你想要跟着我们做一个布局的投资朋友，好，我们最后10个名额，好，精英班的最后10个名额，务必跟上我们的脚步。好，那至于大盘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观察嘞？休息2分钟之后，李老师继续帮你解析。头痛，请用5分钟。喙齿痛，请用气痛5分钟。5分钟。好，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6783777，6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6783777。
2578-3777，2578-3777，2578-3777。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哎，我这次中了很多发票。你怎么知道你中了很多发票？因为我现在用电子发票兑奖，中奖之后他不但会寄到我信箱通知我，而且现在还增加了无实体电子发票特别奖，让我多了很多中奖机会。我发票都还没整理好，你就最好奖了。但是电子发票中奖了怎么就会社福团体啊？现在不用这么麻烦，只要消费时告知店家社福团体爱心码，发票就会自动捐给他们哦，请慢用。欢迎来到我们现场，就是今天哈，喜欢做空的投资朋友，或者现在你还认为这个行情没有机会的投资朋友哈，来来来哈，我们来看这个盘势格局哈。那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做空，尤其是在期货选择权布局的投资朋友，做期货就最喜欢做空单啦哈。那可不可以听刘老师一句话哈？有没有带你去空这千点下杀？有没有告诉你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没有告诉你端午变盘下杀？有没有告诉你说小心金融核爆？好，每个可以做空的点，真正会的跌的点，刘老师都有带你空到吼。那像所有波浪理论一个还原波形，都告诉你说这里没有任何你再去做空的理由了嘛？好。所以趋势已经是明确是多方，你那么辛苦的去赚那个50点、100点，你回档干什么？有千点嘎空的波段，为什么不顺势跟着我操作起来？好，所以我已经又花了3天跟所有投资朋友提醒说，小心无量放空，口袋空空了后，那也是尤其期货选择权布局方面哈，这盘是格局是向上强势嘎空奔走整理，七月五号的一个。量缩价跌这44点，很可能整个波段行情昨天就有可能是整个3天整理行情结束，有可能礼拜三就直接往上喷了哈。那我的理由是这样子，你觉得大盘又重新跌回了8750以下，可是这个是电子类股指数，投资朋友，电子类股指数，我还把台积电已经扣掉席值让给你的状况之下。都还是成功的回撤，守稳去年的高，这个这一波整理平台8840的高点，已经没有任何做空的理由了。这里是一个突破之后最后压缩喷出的倒数计时了哈。唯一基本面看空，其实中国股市也打底了，剩下18金融指数，金融核爆中心。好，投资朋友。连昨天10报金融指数都已经是第3天守稳的这个过去，从6450的低点。假设真的这里有一个最后一个量缩回撤，好，国际股市真的有一两天震荡，你也不必担心加权指数空单的逆价差这么大。就算是现货跌，期货也跌不下去了。盘势格局瞬间的一个收敛，逆价差就直接嘎空，直接喷出向上了哦。所以你还空手的投资朋友。甚至你满手空单的投资朋友，最后补空翻多的一个嘎空喷出段倒数计时，你空手还不晓得怎么样切入的，主升段的最后买点就是这倒数24小时喽。好，直接跟上我们脚步，已经站上3日哈。投资朋友，我不断跟着大家去提醒说，所有政治面的利空，这种非经济面老盘利空都会涨回来的。多么讽刺的是，
全球股市这一波最强势领先欧股、领先美股创新高，居然是时报金融指数了。人家金融核爆的原地都已经喷出创新高，创八个月的新高，即将要进入主升段，你有什么理由看空？好，所以连基本面也没有任何看空的理由了哈。那最后，如果国际股市调整到同步，摩台也调整到颈线突破之后回撤的同步，台指也同步，现货也同步，所有类股次族群位阶都已经在7月5号调整到同步。哎，这个累积的低档区咬住的所有转仓的位阶，所有的未平仓，现在是多方合约掌握价格优势，对不对？好，好的，投资朋友，这个是7月5号的时候，期货收8609哈，现货收8716，逆价差107点哈，居然在量缩回撤这个颈线位置点。大盘的实质逆价差是多少？你知道吗？还将近40大点哈。来，这是6月22号，好，我因为7、8月份是密集的除权息哈，所以其实投资朋友，如果你没有实际把每个在7、8月份期货选择权的操作，把每个礼拜你应该要看盘重点领先市场，这个会面我们都给大家在上这个1、2个礼拜之前波形规划图都已经告诉大家哈。到6月29号合计的累积的息值扣掉是91点。到7月6号是121，7月13是166，好，7月20号大概193大点，好，好，所以到明天收盘，就是今天呐，好，7月6号礼拜三的位置点，合理逆价差121点，到7月20完全结算，等于大概只剩70点逆价差，结果嘞，昨天现货还将近110大点的逆差，哈，还40大点的逆价差，哈，这嘎西人哈，真的会嘎到外太空哈。来看下分是指标，一个攻击波强势钝化喷出，好，从那个6月28号，我们把所有金融期的空单也全部都补掉的位置点，这个转折低点，因为这个息值影响了，好，一个攻击波向上五浪到8782为止，指标是不是一路强势钝化？好，那这我标示 RSV9 的是从8782这60分钟 K 线的最高点，接下来连续9根 K 线指标扣底低值，所以这个分时指标，快就是今天一大早就会出现这整个波段你要去介入行情的最后买点了。好，单单是靠着这一瞬间急速的收敛逆价差，好，在礼拜三7月6号今天尾盘要变成70点逆价差。很可能就是整个波段行情的一个极大反转点哈，把握今天的一个机会哦。投资朋友，该空都有提醒到你，好，可是我已经整整跟大家提醒到说，这一波是从这个7999开始，520的利用政治面洗盘的利空，1月16号的政治面喊空的秃鹰都是利用。选举变盘变天，告诉你空啊，结果从7600嘎到8600啊，从520嘎到8754啊，到现在为止脱欧的核爆又嘎到创波段新高啊。好，这种解盘你不要再听了吼，现在以国际股市的波形，以波浪理论的看法来讲，没有任何理由你应该在这里去打空单，主升段扩盈段才再半山腰，这里是超级大多的口。5月3号，我们新节目开播就已经告诉你说，这里是长多，但是会有一个短空。好，告诉你说，5月4号告诉你说，中多、长多、短空回来8000点是让你买的哈。然后一直到5月18号，红三兵的波段等级嘎空喷出波段起涨性，复制1月16号千点行情嘎空喷出一波到底。那这个我们都不再去跟大家复述哈，从这个7999的前后哈，8050的位置点，一路跟大家预告的，好，这个千年的喷出波段，我们已经跟大家预告了非常非常久了哈。好，从这个位置点，其实我为什么说8840？因为到这个礼拜为止，息值已经蒸发到逼近150点嘛。那投资朋友。那等于
我说的8840就是我当初从8000点跟他预告的千点行情已经掌稳。好，那既然一个波形的转折，到现在为止完完全全帮你去把这过去整整半年以来每一波波形完全描述对的，只有我的波形吧。所以投资朋友你要做什么？想要赚钱，最后轧空喷出倒数计时的最后买点，接下来波形跟着我的波形走，想赚钱的人跟上来，好不好？啊，不过不断提醒到大家了哈，投资朋友，当连续三个交易日站稳8840以上，好，我们这个最后上车机会，最后上车机会的优惠专案，好，我们等于就要变相调涨涨价喽。好，那想要跟上我们行情的投资朋友，好，务必直接跟我的服务人员做一个洽询跟联系。预祝大家今天投资顺利。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头痛，请用5分钟；嘴气疼，请用气疼5分钟。不好，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6578-3777，6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北都 PayPayNet 超值优惠双响炮，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加一年再送数位有线电视3个月，多人多机同步无线上网，全家吃大饱，免装机费、设定费、保证金，再送 WiFi 分享器和数位机上盒。0809-096-111，0809-096-111，限时优惠，先抢先赢。PayPayNet，Your Net。